流行时下非常非常红，非常流行这个大小这个club啊 pub 这些都很多人点的一首。你就八百关，我来弄八去八百。很多大哥大姐都有听过啊。是 PUB 啊。对啊。PUB 是很聚会，很聚会啊。PUB 啊。PUB 练球馆啊。对对。餐餐啊，餐餐。餐餐啊。这个来坐来听啊，我。没关。来一首这个广东歌曲，《我的回忆不是我的》。我啊，广东诶。啊。广东。有人拍手对不对？广东话点讲？我的回忆不是我的，回忆不是我的。我的回忆不是我的，掌声鼓励。你看，导演，谁呀？因为你是广东人，我知道。这些比较年轻的朋友，所以想说，苍苍的一系列的歌曲送给大家。好，那么继续呢，我刚唱了一首福建歌曲，一首这个流行歌曲，那么继续安排比较轻松的这个华语金曲送给大家，来继续这首粉红色的回忆，谢谢。来，谢谢，特别送给我们的这个李芬主编最喜欢的一首，是热跑去的。
谢谢陈小星小姐，来，年轻就是本钱。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掌声欢迎宝贝姐妹带给您这首《香榭大道》。